面辽宝将亮相于北京辽金成员博物馆的铁凤风鸣辽金东京地区文物展上，展出的不仅有鸡冠壶、三彩盘等生活用瓷，还有花纹精美的铜镜、可爱有趣的钢冠豚玩具瓷、优美精致的高丽青瓷等，小到一只银耳环，大到佛教造像、经床，均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去年我们在张家窑看片张家窑陵产辽木群里面，新出土的还没有定级呢，还在那个整理期间。契丹的一种水器啊，就是携带水的，它这个瓶口比较小嘛，不容易把水洒出来。这一对石狮鹰镇，这个是在辽兵塔出土的，它是干什么的呢？压席子的。古代这个起居不是要在席地而坐的时候就是铺席子嘛。他就为了压席子那个角，这是金代的，我们一个在小北金墓里面出土的一个金牌式，从金的，中间镶嵌的那三块呢是绿松石，这粉盒呢非常漂亮，这一套的，这个就是啥呢？古代妇女的化妆品，里面放那个胭脂啊、粉啊什么的。